哎呦 ，What's up？ 我是墨吉。今天呢很特别，因为是我的女朋友生日。然后呢，我也透过了她的姐妹呢，告诉我呢，她非常喜欢这个化妆的桌子。所以呢，身为男朋友的我呢，今天就特地请假呢，来了IKEA呢，就来买她的礼物。好了，事不宜说，我们一起去她的家，一起 set up 吧。Let's go， 打算4点多呢来他的家组装他的那个化妆台，然后呢叫他的姐妹呢就3点多的时候带他去 high tea， 但是呢怎么知道我的女朋友呢到了6点多才刚刚要出去而已，所以呢我剩下的时间并不多，希望我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呢帮他组装好他的化妆台。 OK， 来我们去看。哇，我终于呢潜入他的房间了，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帮他组装化妆台。 Check it out。你可以看到我把所有东西都搬出来了。Oh my god， 这个很耗费时间。现在我要找这一粒螺丝，看到吗？这样子的螺丝，类似这样子的。OK， 这我要找8个。请了一个姐妹来帮忙，还有一个侄女 ，say hi。其实不是我吃了 ，OK， 是要兜这一个。啊！呀！叮！哎！祝birthday to you！ 我已经在你们回来了。Happy birthday！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吹这个就是做好了的那个 table， 然后这些姐妹啊，这些姐妹啊，来看。